那冬天哈，还是把衣服穿一件衣服吧。你都不知道，现在受凉就是那个空气跑到毛细孔里面，到骨头里面去。你看哦，我们上次那个哈、哦，就是他先生不怕走不动，就是他靠他的车子他。是哟。嗯。就算上班，衣服都不穿，衣服是在打呼里。是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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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